在白皮书当中蛮明确的暗示，会根据积分来分配空头的代币。目前第一名的交易量才九十万美金，坦白讲并不多。所以，如果你厌倦了竞争激烈的项目，可以试试看用这个平台来交易，你就有机会获得之后的空头。 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投圈的节目，我是 CH。H ash, 又到了周末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埋伏下一个空头。今天主角是 a 拉拿供链的生态，前阵子巨额空头的两个项目。 P f 和 GTO i 引发了很多人对 Solana 生态的兴趣，甚至有圈外的朋友都来问我们 Solana 上有没有潜在的空头机会，可不可以出一期视频介绍？所以，我们头圈来了。简单先介绍 Solana 这条公链，它是一条 Layer One 的公链，曾经被号称为以太坊杀手，过去偶尔会宕机被用户吐槽。之前主要的靠山是 FTS 交易所，之后 FTS 倒台了，对他们也产生了很多的负面影响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开发者不断的努力之下， 索拉纳在最近证明了自己，TVL 在近三十天里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。 解开种种的刻板印象，索拉 a 确实比其他的 Layer One，比如说 e v e s 他们在线下的知名度更高。但除了之前出圈的 s t e p M 这个游戏之外，似乎也没有特别知名的项目，所以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他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扒了索拉 a 前二十左右的项目，选了几个没有发币、有可能空投的项目，手把手带大家去撸空投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 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过索拉纳，那么你需要下载一个索拉纳专用的钱包插件。 不能使用小狐狸钱包，因为 Solana 不是 EVM 的架构，所以不兼容以太坊的钱包。比较知名的 Solana 钱包是这一款 f a n d o m 大家进入官网之后呢，可以下载谷歌浏览器的插件，接着大家点击开设新钱包，记住助记词，然后就可以了。整体的流程和你开设一个小狐狸钱包是一样的，我们这里就不演示了。开设好钱包之后呢，我们需要往钱包充值。一个办法是中心化交易所，你在里头去购买 Solana 的代币，然后提。 B 来到 f a n d o m 的钱包上面。如果大家不想通过中心化的交易所，也可以直接使用跨链桥。我个人会建议大家使用跨链桥，因为可以积累一些链上的记录，搞不好可以在下一次莫名的拿到空投。 我介绍两个还不错的跨链桥给大家。第一个呢叫 Rango，准确来说它不是跨链桥，而是一个跨链的交易聚合器。这个平台目前没有发比，而且他们采用的技术是 o n m h o p e 的技术。前阵子 o n m h o p e 才宣布了融资的信息，说自己收到了两亿美金的融资，而且大概率会有代币。所以我们现在使用 o n m h o p e 生态的项目，很有可能在之后可以因此拿到一些空投。使用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选择从不同的公链。 跨链来到 Solana，例如我选择 Arbitrum 的公链，用以太币换成 Solana 上面的 SOL 代币。这里要注意哈，我们需要连接两个钱包，一个是 MetaMask 我们以太坊的钱包，而另外一个呢是 Solana 的钱包。连接了两个钱包之后，你才可以把你的资金从以太坊的生态跨链来到 Solana 的生态。点击确认之后呢，其实你要等待一段的时间。大家可以看得见，这个平台会自动帮我们经过好几个途径，最终达成我们的目的。所以使用。 这个平台呢，可以一次性交互好几个项目，但弊端也很明显，他们的滑点比较高，而且等待时间会稍微比较长一些些，所以大家要有点耐心。当然啦、啊，如果你没有打算去交互 w o m h o 不在意那个空投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叫 Massum 的跨链桥，非常非常便宜，基本上没有损耗，但是只可以进行稳定币的跨链。你可以把在 Arbitrum 或者其他链的稳定币跨过去 Solana 的上面。如果你的钱包没有 SOL 的代币也没有关系。 他们平台也可以帮你购买一些 SOL 的代币作为燃气代币，只要在这里点击你 guess 就可以了。要他们购买多少的 SOL 代币都可以，你可以自己去选择。这个产品也很好用，性价比很高，但是空头的预期就比较普通了。大家可以选择一下，你想要更多空头预期的，你可以选择前者；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更高的，你可以选择后者。 来到这里呢，我先恭喜大家已经完成了我个人觉得最麻烦的两个步骤：设立钱包和跨链。接下来呢，你可以听我介绍 a 拉 a 上有空投预期的几个项目，然后选择几个你看得上的去交互就可以了。我把这些项目分成了四个类别给大家。第一个类别是衍生品交易所，有两个项目有机会给空投。 分别是 Drift 和其他 Market。我们先聊这个 Drift 哈，这个平台的锁仓量比较高，更多人使用，基本面相对而言蛮好的。目前有六千万的资金在这个平台里头，算是 Solana 当中排名第一的衍生品交易所。在二一年的时候就拿到差不多四百万美金的融资，投资机构包括 m u l t i c o i n Robo、t Jam 等等的阵容算是挺豪华的。现在去交易可以帮我们拿到之后的空投，而且他们现在有抽奖的活动，交。 交易的越多，越有机会拿到奖金。可以的话，大家也可以使用它其他的功能，比如说 borrow、fund seeking，还有 DLP 等等的功能。这个 MM reward 呢，就只能够给合格的做市商参与，我们这些散户可以忽视掉它，主要看其他的功能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我觉得也不错，大家可以交互的交易所是吉他 Market，他们在二一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拿到八百五十万美金的融资，投资机构同样也很知名，包括了 Jump Electric。 Solana venture 等等的，虽然说这个项目目前的热度不高，基本面相对而言比较普通。上一个的锁仓量是六千万，而这个的锁仓量只有五百万。 往好处想呢，它叫做竞争不激烈；但往坏处想呢，叫做基本面没有这么好。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。目前呢，他们推出了积分的排行榜，在十二月二十日的时候就会结束第一季度的积分活动。在白皮书当中，蛮明确的暗示会根据积分来分配空投的代币。目前第一名的交易量才九十万美金，坦白讲并不多。所以，如果你厌倦了竞争激烈的项目，不介意吉他 Market 的基本面普通的话， 可以试试看用这个平台来交易，你就有机会获得之后的空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索拉纳上的借贷赛道，有两个比较知名的项目可能会给空投。一个呢是 MarginFi，它是目前索拉纳生态当中排名第一的借贷平台。七月份的时候就推出了积分的系统，应该也是凭借积分在之后来分配空投代币。但目前坦白讲，我觉得有些卷了，大家可以自己考虑要不要参与。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根据你存款和借贷的程度来给。 积分这个项目的背景也比较不错，在二二年二月份拿到三百万美金的融资，投资机构包括 m u l t i Coin Capital。 另外一个大家可以考虑去交互的借贷平台是 Camino。严格来说，他们应该是流动性的平台。这个项目的锁仓量也很多，高达九千六百万美金。虽然他们没有单独获得融资，但是他们是由 Hub b l e Protocol 孵化的项目。这个项目呢，在过去曾经获得一千八百万的融资，而最近的币价表现也不错。感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适当的去交互一下。目前呢，没有什么积分的系统，但是从网页的前端看得出，他们之后应该也是要学 Margin。 一样推出积分的活动，所以不知道在活动前交互的朋友们算不算数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可能可以简单交互就行了。等到积分的活动出来之后，第一时间参与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策略。现在资金呢，可以先放在机会更高的项目之上。 而接下来呢，我要聊第三个类别的项目，叫做 NFT 的市场。最近 Solana 的 NFT 也是涨得很猛。虽然我自己呢是不会去玩 Solana 上的 NFT，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去炒个波段或者收藏的话，可以用这两个平台。第一个呢是 Magic Eden，这算是 Solana 上的龙头老大了。 融资也很多，但迟迟没有发币的信息。机制上呢，有点类似以太坊上的 OpenSea。如果之后发币的话，应该是蛮诱人的。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 NFT 市场叫做 t e n s e n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。它比较小众，项目的背后机构肯定没有 Magic Eden 强，但好歹在今年三月份，那么熊的市场当中拿到了三百万美金的融资。使用的体验很类似于在以太坊当中的 Re，它是专门设计给 NFT 交易员去使用的。整体的 UI 很类似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。而最后一个要介绍的项目和赛道叫做 LSD，前阵子给出空投的项目，机头就是这类型的平台，相当于是 Solana 上面的莱斗。如果你想要找类似的项目来埋伏空投的话，可以看看这个叫做 BraceTake 的项目，目前他们的锁仓量排名全网第六名。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，你可以把你的 SOL 代币质押进去，获得年化回报大约五趴左右。 然后呢，他们还会再给你一个叫做 B S O L 的代币，你可以拿着这个代币去其他地方使用，充分发挥自己的资金效率。比如我刚刚介绍过的一些借贷平台，你可以把 B S O L 存进去，然后借出其他代币来使用。目前他们有明确的根据资金量来发放空投的计划。如果你是大户的话，手上握有很多 S O L 的代币，你不想卖，这个平台或许不错，可以让你一边持有 S O L 的代币，一边拿利息。 一边获得之后的空投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小资金玩家，我个人觉得可能刚刚介绍的其他平台会更加适合你。这个 LSD 的平台可能会对大资本玩家更加有利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我是 Hatch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团队会参加台北 Blockchain w a y 并主办一场赛 event，时间在十二月十二日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填写报名链接参与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